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冒险岛二的方块妞。这次请了张艺兴小哥哥做我们的咩咩岛主。拍摄广告的时候，妞妞也在现场，收集了好多独家花絮。看，这是我们双人的片场干萌表情包，怎么样？有没有萌到你呢？嘿嘿。啊，小哥哥在看什么？大可也看得这么认真。啊，到底是看什么嘛？现在是张艺兴哥哥登场啦。我们萌萌的小水和蛋先生好像也超级喜欢舞台，快跑呀！张艺兴小哥哥来了！哎呀，张艺兴小哥真的是太萌了！921冒险岛二，嘎萌不限号，全员登岛，放翔下去嘎萌！